陆思韵到沙田马场之前好有出赛嘅马匹，问我有冇打算养马，陆思韵就笑话虽然好想，但暂时都唔得，最紧要都系先养好自己先。由于好友嘅马匹喺第八场出赛，朋友黄远马嘅马匹亦都会出赛，所以佢就一定要支持啦。问到佢圣诞节有咩工作，佢就话：圣诞咧今年好出奇地都未有工作啊，我就去边度？应该会可能去一转韩国啊咁样，但系仲未 confirm 嘅，因为要等齐人。咁有啲朋友就因为佢哋有工作又未安排到咁样，咁都好问噶啦。其实而家安排就系咪即系黄远圣诞都有啲登台 job 啊？一定有嘅，因为譬如话平安夜啦，或者系三十一号倒数啦，咁但系今年真系就好多活动都冇啦，连啲商场可能啲装饰都冇嘅时候，咁明嘅呢个都明白嘅，咁就当放下假咯，今年唯有。但会唔会比去年少咗几多收入？会六位数啊？哇，真系冇计过，但系就平时圣诞咧最尾嗰个礼拜咧，通常都起码有五日有工作嘅，即系嗰个系都有五日有工作。计过几五日？最譬如话三十一号啦，咁可能三十一号连续两场啊，咁样即系晏昼夜晚，咁但系今年就真系都几大分别，都系成日叫自己唔好谂啦，算啦，唔紧要啦，系啦，明天会更好噶嘛。